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今年的台北文学月影展为大家聚焦影响捷克新浪潮至深的作家赫拉巴尔，很荣幸我们邀请到策展人文天祥文老师为我们分享。文老师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文老师，赫拉巴尔是跟米兰昆德拉跟克里玛并称是捷克文学三巨头，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他的生平还有他的文风呢？好，赫拉巴尔是生于1914年，在1997年的时候过世，享年82岁。2002年之前，其实在台湾是看不太到赫拉巴尔的文字被译成中文了。那所以之前我对他的认识大部分也都是透过就是从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对，那后来读了他的小说才发觉这个人非常的有趣，才去更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他其实是读法律毕业的，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律师或法官。对，他做什么呢？他做过这个仓库的工人，修过铁路，做过那个打包的捆工，然后做过那个剧院里面的那个跑龙套的，也当过临时演员，也做过推销员，他做过各式各样这种所谓的底层的劳动活儿，这样，就是没有去做过律师跟法官。对，所以这个际遇啊，就是这个选择是非常离奇的，但是这也握养了就是他非常丰厚的生命的经验。他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写作，他自己也说他的语文成绩并不好，那反而是成年之后才开始发掘这个写作的趣味，那开始写诗，但是我们没有看过他的诗作被发表。然后来他才开始写小说，小说里面呢通常都是描述这些我们讲所谓的贩夫走卒啊，这些凡夫俗子，可是他们的那种幽默，以及他们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氛围也好，或者是人生的这种喜怒哀乐也好，都非常非常的道地，也非常的动人。所以他创造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台湾把它翻译叫众魔的人，这样那听起来有点怪，好像大法师一样，其实不是。他指的这些人很特别，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去看待人生，包括那些悲惨的事情。所以看赫拉巴尔的小说让我有一种感觉，有点像以前应该是杨采妮唱过一首歌叫笑着流泪的，那我觉得赫拉巴尔的小说就是有这种味道。他在描述历史也好，描述社会也好，那种沉重的洪流当中的身不由己，他会用一种幽默的角度去描述他们，所以你在读来的时候会忍不住想要发笑，可是笑完以后又一股悲哀油然而生。我觉得这个风格跟技巧真的是太难得太厉害了。那尤其相较于就是说台湾跟捷克的这种历史的背景啦，政治的一个更迭啦，我常觉得两边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可以互相的一种比较。虽然两边的政体不同，可是我们台湾的作品的一个风尚通常是比较好悲情的，对吧？可是赫拉巴尔所代表的却是一个比较幽默的，我不认为有高下之分了，只是你很难想象，就是说别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描述他的土地成长或者是历史政治，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坐标。所以两相对照之下，你就会跟这个又相似又遥远的国家以及对这个作者就产生特别的一些情感。赫拉巴尔到了49岁才出了他第一本的小说，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晚熟的一个作家。可是文老师，你的文案上面写他是垃圾堆上的小说家，怎么说呢？就像刚才提到，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跟一般民众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只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去磨他的笔尖的一个作者的。所以他所描绘的那些场景也好，那些人物也好，其实他们我不是说他们都脏脏的，应该说他们都非常的劳动的阶级的。那他们时常都会出现那种要去把脸把手洗干净啦，或者就是说你会在里面看到包括比方说他最有名的作品里描述的其实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纸的捆工。那他的工作其实把那些图书给压扁，就这些知识这些心血就变成一片一片的纸张而已，这样就它的意义就被剥夺掉了。那你常会看说这个在做这个工作的人他其实不见得
只是在做个工作而已，他会藏书，他会拿里面的东西。就也许最有生命智慧的是这个，就是这可能旧货店里面的这个捆工啊，或者这个包纸的工人的。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些被大家认为好像不重要的或者是被遗弃的这些东西里面找到了他的一个价值。那我觉得他的小说也是有这种趣味，就是说他写的都不是英雄，甚至有点反英雄的，可是这些人物却让你觉得很亲切，以及透过他描述他们的方法让你察觉到背后的就是那双眼睛的锐利跟深度的。我们刚刚说他的作品其实影响捷克新浪潮非常的大，我们其实对捷克的很多的知识也是从捷克新浪潮而来的。文老师会不会帮我们介绍捷克新浪潮的特色呢？是我觉得广泛来讲应该说60年代的捷克其实虽然是一个共产国家，但是它的政治文化的风气上面是挺开放的，所以跟这个苏联老大哥是不太走同挂的。我想这也是后来苏联所率领的这个华沙公约组织对捷克有点不爽的原因也在这里，就他们相较之下是更开明的，那也因此就是整个文化的气氛上面是倾向一个那种蓬勃发展的，真的是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那电影在那个时候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时的布拉格国立电影学院所培育出来的这些新导演们也都跃跃欲试。那怎么他们要去改编什么，或者他们要去拍什么，面对人民，面对生活社会历史，我觉得是所有的新潮运动里面都必然会有的一个方向。那只不过在他的叙事的技巧以及他的形式的风格上面可能会再更突出更前卫一些。那这个时候赫拉巴尔的小说就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他们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看到了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像台湾新电影刚刚起来的时候，很多的导演会从白先勇或从黄春明的作品里面去找到这些养分。赫拉巴尔的位置或者说他的影响就有点像黄春明老师的小说，对对，当时台湾新电影的影响一样的。那个时候就冒出了很多这些非常有才华然后当然整个的环境也提供他们这样的空间去挥洒。所以在1965、66、67、68这几年之内啊，捷克电影是连续4年入围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入围或得奖，你偶尔一次是常见的，或者说我们通常就觉得说，哎，大概就这个法国啊、意大利啦、德国实际上就占了很多年的名额这样。对。可是那个捷克在那个段时间内是连续4年入围，然后拿到了2次的最佳外语片。在那个密集的程度，你就可以知道当时，60年代后期，捷克新浪潮对于国际影坛的一个，那种振奋啊，就是那种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可观的。那一直到这个苏联的这个坦克开进布拉格，终结了就是这段，这段气氛，这段文化，这段政治，那捷克电影也就进入到一个蛮长时间的一个冬眠期的，有点可惜。但是也因此使得前面这段大概1963到1968年之间的这个捷克电影就特别的令人喜欢，也特别令人怀念。这有点像他把美国派啊拍成了悲情城市那种感觉，就是表面上是一个性喜剧，但是骨子里真的是在讲人民记忆，在讲那种所谓的国家的历史的那种屈辱，然后他利用一个邪却的方式来去讲当时他们被殖民的或者是被压抑的，爆破一辆军火火车其实是片子最后的高潮，但这个片子改编得非常好。刚刚文老师讲到得到了2次奥斯卡外语片的这个作品，文老师在台北电影节策展的时候也有引进到台湾嘛，对对，所以大家对伊利曼佐这位导演其实都不陌生，但是这次可以看到他更多更多的作品， 对不对？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片单？好，其实就像刚才我所提到，我其实是从电影先开始才认识了原著，那时候是真的是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伊利曼佐的严密监视的列车，那这是赫拉巴尔的小说改编，而且赫拉巴尔自己也参与编剧，是伊利曼佐的第一部电影，好多年了，20多年前吧，我在那个 NTV 里面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惊为天人，就觉得哇好有趣，因为它其实表面上是在讲一个
呆呆萌萌的一个这个车站的月台调度员。对，嗯，那他其实是在讲他就是在性上面的挫折，是对，但他用这个东西来讲，捷克就是被德国占领，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然后战争又到末期的那个时间点的，嗯，很诡异，因为他有点像，我这比喻，我觉得可能有点怪，但这有点像他把美国派啊，拍成了悲情城市那种感觉，就是表面上是一个性喜剧，是，但是骨子里真的是在讲人民记忆，在讲那种所谓的，嗯，国家的历史的那种屈辱，然后他利用一个邪却的方式来去讲当时他们被，嗯，被殖民的或者是被压抑的，嗯，然后那种想要突破的，所以其实去爆破一辆军火火车其实是片子最后的高潮，是，但这个片子改编得非常好，因为我后来也读了原著，其他的结局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电影真的把握住了就是所谓的影像上面的这种象征啦，想象啦，比方说原著里面最后其实有那种就是死前的斗殴啊，可是在电影里不是，电影是最后那个男主角被一枪击毙，当他从那个高处掉下来的时候，他就一个类似做爱的姿势趴在那个火车的车顶上面，这样非常荒谬的，但也非常哀凉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些电影怎么这么猛啊，但是又这么的深刻，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讲一个严肃的题材，然后刚好也是时间点吧，那1989年捷克就是斯荣革命成功，嗯，这个共党政权就是自动下台，是没有流一滴血的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革命，当年有一些被禁演的片子，比方说伊利曼佐第二度改编赫拉巴尔的作品叫《失忆灵雀》，嗯，他其实在讲一个有点像劳改营的，其实一个劳动改造的这个地方，嗯，那一边是关男的，一边是关女的，还是非常性的一部电影，这样就是两边就有点互通款曲，是，所以在一个非常受挫的就是环境里面，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题材到了中国大陆，应该其实就是伤痕文学，就是对，就是那种比较灰暗的，嗯，灰暗的。但是在捷克，它就反而变成了是两边怎么透过那种难得的机会，可以互相爱着对方，甚至影片的最后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爱情的一个场面的。那这个作品就更多元，更多的角色。然后它是在1990年的时候解冻。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很有趣的是，幸好捷克政府并没有摧毁这个影片的拷贝，嗯，而只是封存起来而已的。90年他以新片的姿态出现在柏林影展，就是拿到了金熊奖，嗯，所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就看到了《严密监视的列车》跟《失忆灵雀》，哇，那这个导演伊利曼佐就变成我的偶像了，我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的一个导演，刚好也从黑白到彩色，从一个较为单一的主角变成群体的主角的，那这个变化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味。所以当我第一次就是策展台北电影节的时候，当时跟黄杰老师讨论就很有趣，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捷克跟捷克电影，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嗯，所以当时其实引进了非常多的捷克电影到台北，我觉得应该是史上最多捷克电影就是同时出现的一次，当然也得到捷克的国家电影资料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帮忙的，那也请到了伊利曼佐还有齐洛瓦到台北，嗯，可是也是因为这条线啊，就是牵起了有一个更深一点的认识，然后刚好同一年台湾开始出版发行赫拉巴尔的小说，嗯，所以我就开始读赫拉巴尔的小说，然后才发现哎，赫拉巴尔好像不是只有这两部哦，嗯，而且它也不是只跟伊利曼佐合作，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嗯，所以这个因缘结得很早，只不过是到了今天，他有机会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重启，就是跟捷克的这个友谊吧，或者这个，嗯，文艺上面的一个因缘的，嗯嗯。所以刚刚文老师已经帮我们介绍了，嗯，严密监视的列车跟失忆灵雀，嗯，这次还可以看到哪些好片？还可以看到比方说80年代的金黄色的回忆，还有雪花时节，那这就要扯到就是因为在布拉格之春后，嗯，捷克整个进入到一个所谓正常化时代，那你知道一个国家说正常化时代一定是不正常的才会喊出这样的口号，所以就整个捷克电影也就低档了大概10多年之久，80年代再重返影坛还是赫拉巴尔加伊利曼佐，嗯，那金黄色的回忆呢是在讲赫拉巴尔的母亲跟父亲的爱情故事，非常浪漫
那也很幽默。那雪花时节则是一个小镇里面的众生相为主，所以是不是又很像从严密监视的列车到失意灵雀，从个体到群体的那个变化。但是我得老实承认，到了80年代的这批作品就没有什么政治意涵在里面了。嗯，就他们在重返影坛或者说把杰克再带回到这个喜欢艺术喜欢电影的这些朋友面前的时候，走的是一个有点像田园诗歌的路线。嗯，那刚好也配合到了赫拉巴尔的这个小说里面开始带有高度的这种回忆录式的一种好像为父母写传记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所以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结合。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缘分一直牵着嘛。那到更近期的时候，就是我曾侍候英国国王，因为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这本小说早就写出来了，但是伊丽曼佐一直要等到他老了以后才要拍这部戏的。因为这个片子也是主角也是从年轻到老，那经历的一个时代跟事件是更复杂的更多元的，所以伊丽曼佐等于等到了2006年、2007年的时候才终于可以动工拍这个影片。那确实这两个人的组合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是文学跟电影的一个挺完美的一个结合。所以后来像我们这一次还放了那个温柔的野蛮人，那个不是伊丽曼佐导演的片子，但是这个片子里面呢有一个明明是在讲赫拉巴尔的一个作家的角色，那个角色就请导演伊丽曼佐来演，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情分其实是非常有意思非常迷人的。文学跟电影这两界的这种恩怨情仇在这里面做一次小小的引爆。文学人看电影啊，我真的觉得跟影评人看电影不太一样，感觉上你们好像信手拈来，就是生花妙笔啊。然后虽然不是在写理论，但是一写就写作我心里面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想说，利用这次机会也可以跟他们切磋的。这次文老师策展还做了一个不同的尝试，找来了4位小说家做他们的私房电影，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奇想，因为既然是做文学影展嘛，那文学挂那么前面，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一般的影展啊，它是一个以文学做号召的影展。是，那我也用了文学家的就是作为这个影展的一个题目，然后去搜罗不同跟他有关的电影的。那我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再做一个专题是，那我要把文学界的拉进来，这样才公平嘛，不然都是我们电影人在里面就出力的。对，那再问说，我有好多其实喜欢电影的文学家朋友们的。那后来为什么选这几位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刘子杰跟黄立群这两位女作家在去年其实跟金马的电影学院做了一个合作。因为去年那个金马电影学院的校长侯孝贤导演呢就出了一个题目说改编文学，他就讲了一句累死我们这样，因为我们就要开始去想，因为那些短片都十几二十分钟，对，要怎么去改编呢？还有对象是谁呢？等等等，哇，花了好多时间。后来就得到了刘子杰跟黄立群的帮忙啊，就是他们同意提供他们的小说让这些学员去尝试拍摄。那他们也来跟这些就是年轻的导演摄影师们去聊，所以文学界跟电影界对于同一个文本的看法也在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沟通。那有了这个机缘，加上我也很喜欢看他们的东西，我就想那就找这两位来合作。那骆以军呢是跟吴明义呢其实是我看了他们的作品很多年了。对，那我每年都想拉那个骆以军来当评审，每年都没有拉成这样。那这次没有拉成，对对，因为评审时间实在太长了，我自己也有点于心不忍，就觉得这样残害一个小说家不太对啊。但这次我就跟他说，哎，那只要选一部片这样子应该可以吧。对，他说好就来玩了。那吴明义我其实从大学时代就认识他，对，那也一直在关注他的作品跟发展的，所以呢我又也邀了吴明义说来再续一下我们以前在那个福大电影社的前缘这样。然后就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真是因为情谊的关系，我就说那就先把这四位给凑在一块。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几部片子，就是你认为对于你的写作就是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甚至你自己最喜欢的都可以，就是不必那么的
严肃啦，但你自己钟爱的电影，这个最重要。然后呢，我再从当中去选，就是每位我就选一部然后去谈这个版权。哇，这个也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因为赫拉巴尔的片量虽然大，但是他的对象比较单纯，至少我们就只要跟杰克谈就好了。杰克的电影界朋友就那几位嘛，所以大家就很容易就可以串联沟通在一块。但这四个小说家提出来的，哇，那就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那而且都不是现在的电影，都是有一段时间的电影。那要这些片商再把这些作品，特别为了这次这个迷你的影展再拿出来。有些作品确实是花了一段时间去沟通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因此我还可以要求这些作家们为这部电影写一篇文章。是，那我当时出发点一方面是很想把文学跟电影这两界的这种恩怨情仇在这里面做一次小小的引爆。再者我这样子也可以诓骗他们，就是交出他们的文字，真的让大家看一看文学人看电影啊。我真的觉得跟影评人看电影不太一样。那我以前有些时候会嫉妒，就是说哇，我有时候要绞尽脑汁啊，要故作客观写去讨论这部影片，感觉上你们好像信手拈来，就是生花妙笔啊。然后虽然不是在写理论，但是一写就写中我心里面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想利用这次机会也可以跟他们切磋的。那先从今年开始吧，我一直跟这个主办单位鼓吹说以后这一块要做大一点，对，让他们有更多的就是加进来玩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可以让它的规模跟片量变得更大一些。所以这次策展集合了文老师的旧梦跟心愿，要不要在最后再简短跟大家就是喊话一下，请大家不要错过的原因在哪里？是，这个影展不单纯，因为它不再只是一个电影人或者说是一个影迷的嘉年华会，它比较像是一个，对我来讲比较像是一个交谊的机会这样。我比较像做媒人的角色这样，在片单里面呢是媒介了这个文学跟电影，媒介了这个影评人跟小说家，对，但剩下真的就是看观众，因为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那个缘分有多少就要看喜欢电影跟喜欢文学的朋友怎么去把握它。很多东西很难得，杰克的部分我觉得是这样。那这个小说家的私房电影呢，有趣的就在于小说家的观点跟小说家的介绍，说不定会让你在看这些你以为你看过或者是你认为你所熟悉的电影会有完全不同的角度，那应该都会带给大家就是更新的，更应该讲说是更有趣的一些刺激。那我觉得这是在看影展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它就跟平常走进戏院去看一部单纯的电影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把它当成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交流，是一种分享的那种感觉去做它。所以也蛮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所爱了。是，今天非常感谢文老师帮我们介绍今年文学院影展的片单。谢谢文老师。谢谢谢谢。